个猪肉。旁边有个人摔倒了。旁边有人摔倒了是吧？好，我们主题回到猪肉。制作流程，首先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滤网上面，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些块木、柳杉，然后呢，我们将阔木叶作为沙拉的点缀，用要有点绿叶这样子，沙拉这样盛盘起来会比较好看。好，我们进行一些翻炒的动作之后，来有一些梗子我们也不要浪费，都把它丢进来。哎呀，还有一些竹子叶，太棒了，非常的。丰富的一道料理，又简单，还上面还有蜘蛛网，又简单又好吃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们要吸附，把它全部都装进来，然后最后一个动作非常的 easy， 我们只需要放进来之后做一些搅拌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上菜了。Finish!